今日接翻上星期第四段开始，由黄竹洋去到慈云山。好嘢，好嘢，精神爽利，啊，好快啊，行得好快啊，你。而家系行紧麦理浩径第四段。Hello， 早晨。好我哋今日三人行啊，你放心，我帮你照顾阿明。而家开始系上马鞍山。山下面就系奇岭，Hello， 辛唔辛苦啊？辛啦，小玲姐，唔辛苦啊，OK 噶。左手边嗰个山底下嗰啲屋咧就系西贡，右手边嗰边就系沙田。前面个山咧就系大金钟。嚟到啊，一定上大金钟啦。物景是不上山的。现在就在大金钟的山顶。上到山顶，梗系打翻张卡先。大公中翻落嚟咧，条路咧都好崎嘅，咁大家要小心啦。望平呢度咧就好多人玩降伞嘅，我又大约行多二十分钟咧，可以去到茅坪嗰度到大休啦。
大休。嚟到茅坪咧，一定走去藤王打卡啦。大休之后咧，离开茅坪，向大老山出发。沿路咧，我哋会经过万里长城。第四段就有一个牌就完啦，第五段就由呢度开始。呢度就系麦理浩径第五段啦，好快嚟到大老山啦。这条路就来池亭村嘅。